们相信的事情是，一个人起飞，它就是震动翅膀；但当一群人起飞，我们就是改变世界的风向。非常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改变世界的风向，谢谢大家。曾经有人说，穿裙子怎么可以当总统？但是我们台湾民众呢，基于性别平等、性别多元的尊重呢，选出了第一位女总统。姐妹哦，其实成立了一个叫做“妹妹娃娃多媒体”。那么在这个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 YouTube 上面，都有非常多很精彩的影片。那我在你们的影片当中啊，其实我得到了很多的力量，因为它告诉我们要真正的认识自己、接纳自己，然后自由自在的跟自己来相处。一般人也会觉得说，我好像只能把最好的那一面露出来，所以我们的平台上面有很多东西，其实是。所谓的蛮不顾形象的东西，身边很多女生朋友放不下心来，没有办法真正的快乐，所以我们就希望在我们的影片当中能分享一些创意自在的生活。在很烦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选择用最正面的方式去面对一切。那这首歌《阳光》就是希望可以鼓励这样子的精神。也是人的一部分，但是我们都会很害羞，尤其是亚洲人，就是连我就是在这边很久，我都会觉得说啊，性感好奇怪的。他本来要穿这一套，但是他觉得，然后说啊，里面好低。准备好了吗？其实如果要当完整的一个人，我们必须把每一面都展现出来，而且是很骄傲的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大女子举旗，让全世界的人看见我们，因为爱自己所以站在这边。那么这是一个不怕被看见的时代。你写我的Yeah.